好，其实 Majou 啊，要来教大家，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啊，其实 Majou 在一年前其实是个非常大的大饼脸，然后为什么突然脸已经开始瘦下来了？因为就是我的中医老师、丽丽老师有教我怎么样来按摩自己的脸，那我现在来教大家怎么样按摩。是因为脸上其实有些穴道的，那在以前古时候呢，你还记得，也女人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而男人呢却在外面骑马猎山猪啊，然后猎狗啊，就到处去运动。那女人都不运动，她怎么维持她美妙的身材，然后抓住她老公的心呢？所以她就是这样按摩的。那你就先拿你的乳液哦，乳液按摩，分别按摩在等一下按摩的地方，一定要抹润啊，因为等一下我要用力去搓它，因为等于是脸部的按摩，就跟男生骑马打仗这么的用力啊。那所以说你也一定要使，要不然会把皮肤给搓受伤了。好，我从上往下，先用你的这两边尖尖的去搓，先从鼻梁搓热它，温热它。好，然后沿着这个眉毛的上面呢，这边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好的去画，各五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刷到上面一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搓的也是很舒服的，尤其是这样画过来，就当你太阳穴这样子揉压一下是很舒服，尤其上班族啊，压力很大，这边是紧的，你这样按摩是很舒服的。好，再就眉毛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不要怕眉毛会被你给揉掉，越磨它越壮，会长得越黑哦。好，再就是我们眼皮的部分，轻轻的，这绝对不能用力，因为下面就是眼球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眼眶的部分，一样用力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大家都知道，我都从眼睛出发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肌肉，你只要弄错了哈，皱纹就来了哈。所以是往上提拉，往上提拉，你才不会有长皱纹哦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脸部也一样，呈现这样子，这样子画。好，再这样画上去，这样子拉上去，这样才不会有法令纹啊、皱纹的什么之类的。好，一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嘴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这边也很重要哈，我按摩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样拉上去。好，这边很重要哦。女生如果说这边是呈堂，常常按摩啊，下巴会很尖哦。所以像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或阴影摩打结的时候，就这样一直搓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多搓绝对会让你这边会很尖，会很可爱。所以我们就都狂搓这个点。好，再就是在技巧就用这边，好，因为我们的骨头很大一只，就直接用这样，咳咳咳咳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有听到咳咳咳咳的声音吗？因为这边都是淋巴，你把你的那个结痂淋巴把它切揉散之后呢，你身体会变比较健康，而且你的这边会比较瘦。再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我们全都弄完了之后呢，有几个穴道要按摩，跟大家讲一下。一个是睛明，在两只眼睛的这边，就这样搓进去会很舒服。平常你有时候工作压力很大，在电脑前面很累的话，醒不舒服按一下这里，就会让你很醒来哦。好，再就是鼻子边。说鼻子不通不舒服，你就按摩一下这里，它会让你变比较舒服，而且鼻子比较能够过通。这边也有一个穴道在这里，好，就按摩这个穴道。好，再来就是说，在你的眼角，
跟鼻子这边有个45度，往上一点，这里很重要哦，这是所谓的拉皮穴。对，做完之后皮肤会比较紧，不会有皱纹哦，所以就往上搓，往上搓，往上搓，一样搓5下。好啦，我们刚刚所有的按摩完成之后呢，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刚提拉，所以所有的液体都在这里。好，老师又说这样子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把那些液体都往下送，往下送。好，这样就等于说脸部完成了。另外，不止脸部，很多的穴道跟身体是相同的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做脚底按摩，很多的东西是相同的。那脸完了之后，还有个地方很重要。好，那也是以前的女人很常做的，就是耳朵。耳朵的按摩呢，其实不用再像我们就这样刚刚做那么多，全揉就对了。耳下垂来啦，拉了会有福气哦。然后耳刮来啦，来啦来啦，还有里面揉一揉，揉一揉，来啦来啦来啦。来啦来啦，就不一样了。好啦，也不用多说，你可以看看，按摩前按摩后的麻灸是不是有不一样呢？好啦，请坐，一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大家女人们加油哦！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